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念一下，体悟无常。这个体就是要真实的去感受，用你的身心生命去感受这个世间一切变化无常。所以各位要像今天一样，一天的时间我们来受八关斋戒，来皈依，要来受五戒，要来修十善业，甚至愿用菩提心来修行。老实说了，就像你跑遍全世界，拥有全世界的财产，但是各位都知道，那个都是带不走的，虚幻的，那只是一个因缘果报。所谓叫因缘果报，就是说，就像你的身体比较健康，生病长寿，高矮胖瘦，这是你的因缘果报。
业啊，但是呢，那是暂时的。有时候人会为了十公分这边计较老半天，160跟170好像差很多，这样啊，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差很多，双眼皮单眼皮干脆给你三眼皮好了啊。但是为什么别人鼻子比较高，我的鼻子比较矮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别人住的家比较大，我的家比较小？这个就是肤浅，就是聪明不是智慧啊，因为就是怕输人家。为什么怕输人家呢？因为面子问题。什么叫面子？那就是我值了，绝对有一个我要比别人好，我不能输人家，所以就有这个比较心。如果这边现场人都140公分，就你150，你就很骄傲了啊。那人就是这样子，有这种分别比较，但是却忘了生命的意义在哪里。所以我想生命的本质都会知道，你讲无常苦，我们这个身体肉体世间的一切都是变化无常，生老病死，这一点你要经常去思维。如果你不去思维，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受八关斋戒，每个人都受，我也来受。八关斋戒就是要断除轮回的因，所以它有功德啊。八关斋戒一天的功德超过一辈子受五戒的功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体悟到无常。那受五戒，那至少是一个因果道德，那至少你受五戒不会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这样。但是我们都怕地狱鬼道畜生道，那明明我们在人道，那做人这么殊胜，那么应该把握这个机会，因为人才可以成佛。所以那我们要体悟这个道理，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因果轮回的问题啊！那只要我们累世造了业，善业恶业到现在还在造，因为我们的念头一直在动，哪怕我们今天这么努力在修行，也是在无常里面。但至少我们在无常里面累积一个念下善业解脱的因，净土的资粮，成佛的资粮，那这样我们就没有浪费我们的生命啊。但是如果各位今天说有人跟我说，我给你100万英镑赚，你不要来受八关斋戒，好不好啊？真的吗？对，要很勇敢啊。你老公说你不要去受八关斋戒，我就不跟你离婚，你好不好？ No， 我要受八关斋戒啊。那个只是一种感情呢、啊，你爱上一只狗，事实上那只狗是你儿子而已，没有别的道理。但是很可怕，它会比你早死。但是如果你对那只狗执着的要命，更有另外一种可怕。如果你真的放不下它，它下辈子还投胎做狗，你就会去陪它做狗，你还要跟它在一起。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，人爱狗超过人爱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狗，我们跟他之间的感情，那只猫，大部分都是孩子来投胎的，甚至是堕胎的小孩又来投胎了。如果你没有超度他，你还是欠他感情债、肉体债，你还是会更疼他啊。那就然后就又要享受爱别离苦，因为他又会比你早死。那这些道理，各位要一直去思维，一直去思维，那你生命活着还真苦了啊。没有一样快乐。请问各位坐在这边的法师快不快乐？不快乐。但是我可以接受这个，因为本来这个身体就很痛苦，对不对？然后为了传戒还要，师父你又穿了，没办法了，要传戒了。啊，你知道这边还好，我们在天气40度、50度都还穿了这个呢。啊，因为没办法了，所以。但是这个苦有意义，修菩萨道就是要修空性。为什么要有空性？就是不怕苦，你才可以修空性，才可以做菩萨。菩萨要不要下地狱？要不要下地狱？要啊！你不到地狱怎么度地狱的人呢？但是如果你怕苦，你就不行。菩萨要不要投胎做动物？要啊！你喜欢狗吗？那你要投胎在很多动物的地方去度他们啊。
你要超度鬼吗？那你要跟他合在一起。请问观音菩萨有没有做鬼啊？面燃大师就是观音菩萨做了，他一直在被火烧，跟同样的鬼受同样的苦。但是以这样子的同事跟他们合为一体，引领他们超度。但是如果一个菩萨觉得说还有一个我的身体在受苦，我的生命在受苦，他就做不了菩萨。所以菩萨为什么要一直强调空性，无我的空性，破我执，那你才能够圆满悲心、菩提心这样。所以至少我们了解这个了。所以现在以后各位生病来了、痛苦来了，你要认为说那个是破我执最好的机会，不会骄傲，晓得吗？啊，不然我说我很有钱、很漂亮，你很有钱也很漂亮，拉个肚子你就惨了。啊，你不要骄傲。所以我们，但是世间现在就是表现骄傲，谁的地位、读书、外表、穿衣服、车子。好像每个人都在比这个，国与国之间，公司与公司之间，人与人之间，都一直在凸显自己会赢过别人。那各位要知道，所以你修行要知道，哦，原来生命的敌人不在外面，是自己的无明，居然去执着这些变化无常的，而且执着有一个我的存在。那当然你要做菩萨，那根本不能有这个我。现在你活得很健康，哦，明天你去视线得癌症，3个月以后死。然后这3个月得癌症，住在癌症医院，你就可以度癌症的病人，要不要去？他说：“no。”然后"no"你就不是菩萨，不是菩萨你就没办法成佛。所以为什么要劝人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那是因为你从极乐世界再来，你就没问题啊，因为极乐世界你就可以证得无生法忍、无我的空性，视线什么都没关系。而且永远不退转，阿毗跋致大悲不退转。当然，做一个菩萨，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历代祖师菩萨都劝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个时候再来没问题啦。你做神父被烧也无所谓。做你今天要做一个菩萨，各种宗教、各种情况你都要去参与。你不能说我是佛教徒，你不同宗教我不参与，那就不是菩萨。菩萨是什么？念一下，大悲普覆，他的大悲心普覆一切，所以为什么要有空性？空就是融入一切，啊，无我就融入一切。你变石头，我就变石头；你变花，我就变花；你变鳄鱼，我就变鳄鱼。如果像各位这么爱漂亮，下辈子叫你去视线做鳄鱼，Oh no！这么丑，我做鳄鱼，那你就渡不了鳄鱼了。所以我想做菩萨。就像观音菩萨普门示现，对方示现什么他就做什么，啊！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不方便，因为很多人有现在的社会有讲个性，讲个人的私生活，但是我们出家嘛没有，我们出家像我刚出家，我们睡的地方是36个人睡一间，啊，根本睡不着。为什么有人晚睡？刚刚睡，有人又早起，那2点半他要起来拜佛。然后这个就是师父说，就是要这样磨练啊，磨练到你心里平静啊。那有些法师他就说："哎呀，你们这边吵，我就躲远一点，我要打坐。"那我师父说："那你也没用，因为你偷偷躲到楼梯旁边去打坐，那你就没有跟大众融在一起啊，你还是享受孤独的生活啊。你最多修解脱道，不能修菩萨道。所以菩萨道各位要故意去磨练自己。"哪里有困难，哪里有灾难，哪里有不方便，那各位要去示现。所以现在英国有一点脱欧问题，所以各位故意要移民来英国，对不对啊？我要来帮英国啊！所以哪里有灾难，然后下回换墨西哥你也要去吧，下回换非洲你要跑第一个啊，而且要带好福报去，修了很多福报到非洲去做一个不施金钱的人，对不对？替他们受苦，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是伟大的佛陀要我们学习的，了解众生苦，发起大悲心，成就菩提心，不然的话就没办法度众生。所以呢，这件衣服是地藏王菩萨设计的。地藏王菩萨为了开发九华山道场，他跟民工要土地，他说把他的袈裟红色的布覆盖上去，
啊，结果覆了整个九华，九朵莲花，所以叫九华山。那这个布上面有25块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地藏王菩萨的悲愿，整个所有的众生合起来有25种，所以我们叫25有。所以这个布有25块连起来。各位要不要穿？你一定要说要，不穿就不是菩萨。啊，我要穿起来承担啊。所以海青代表一种惭愧，黄色的代表空性这个意思了，啊。在空性的范围之内，啊，在这种忍入空性无我的状态，发起大悲心，要去承担所有众生的苦。那事实上，那这也是佛陀要我们学佛的本意啊！所以我想各位今天来受一次一天的八关斋戒，但是我们想的是为众生受戒啊，皈依也好，受戒也好，我们做了很多功德。然后我们湛江法师慈悲为我们解释五戒、13业功德修行。虽然我们时间不够长，但是要麻烦各位自己多多看看经典啊，或善知识的书，了解五戒的功德。如果你了解，我想没有人不受了啊，因为大家都要快乐嘛。所以，当然我先简单的这样解：生命本来就是痛苦了，所以我们要把握。啊，所以生命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解脱痛苦。那你要解脱痛苦，你就要消除贪嗔痴啊，所以不让自己再造业。像今天各位就不容易造业啊。今天在八关斋戒的加持，大家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啊，听闻佛法、持戒等等，还要布施帮助众生。如果你能够经常如此啊，那就是很有智慧、很有福报的人。所以各位要羡慕，哎呀，哪一天换你出家，好不好啊？特别在英国出家，那你功德太大了，因为没出家人啊，没有本地的，都是外地的，像我们这种流浪汉啊。所以，但是英国难道不需要佛法吗？各位，各位现在至少。住在英国，搞不好你已经拿英国的居民护照了，你是英国人呐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会讲英文，又认识那么多朋友，你会讲中文，那你要很积极的去推广佛法。所以我想各位要有这个愿力啊，希望下回我带更多的英国人来受八关斋戒。跟谁受？跟你受，你传给他们。早上说了，你受过八关斋戒的人。那在没有正式法师传法，你可以代替，传给他们八关斋戒，告诉他们大家怎么来受戒，怎么来修行，为什么要受五戒？啊，受五戒你就不会造恶业，不会造恶业就不会堕落地狱鬼道、畜生道，现世也不会有什么大车祸、大灾难、大病苦这样啊。所以不杀生的人得无病长寿，不偷盗的人不招小偷。啊，没有这种金钱的灾难，比较富贵；不邪淫的人，家庭平安快乐，人际关系好；不妄语的人，福报大，法缘人缘好；不喝酒的人，意志坚定，没有36种过失。啊，所以呢，那这些都是一个福报的基础。但是我们站在菩提心，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做，但是功德供养给众生。各位，这记住了很重要啊！你千万不要跟他说，你不要生气，你不生气了，在这个功德默默回向给他就可以了，他就不会生气了。不管不然就是50步笑100步这样而已。你怪不得讲不动对方，一个人为什么影响不了对方？因为你没有达到究竟这样啊。所以你的儿子怎么样？儿子怎么样？都是爸爸妈妈传给他的啊。那你要改变儿子，那你唯有改变自己。永远记住这个道理，那你才会更精进啊！所以今天一个人守八关斋戒，一日一夜就可以影响整个世界、整个社会了。你都没有跟对方讲话，但是他已经影响出去了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这个真理：缘起性空，一切的存在都是互相影响而存在，没有单独的存在。所以各位要用好的影响力、善业去影响这个世界。
不要用恶业去影响这个世界。所以你一个人吃素，那虽然你一个人吃素，但是这个世界就被你影响。就像你在这个世界多种一棵树，这个世界空气有没有好一点，就这个意思嘛。所以现在人种环保，从个人做起啊。所以你当然你就近成佛了，那这个世界会因为你改变，所以要这样追求。好，无戒者即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持五戒是一切戒之基础，全人生。什么叫全人生？健康、财富、家庭美满、口才好、脑筋好、意志坚强，这个一个圆满的人生，这样你才这个变成个法器。如果你有个圆满的人生，那你在做什么就方便啊，叫全人生去解脱，那不会堕落善恶道，而且戒将来可以正顺解脱之本，乃至无上菩提之本。所以汝等即发心求受，这个发心很重要，各位要发无上菩提心，好不好啊？啊，不要为个人解脱或是个人的福报，但是你不为个人福报而发为众生受戒，你反而得到了福报更大啊，因为回向给一个人是一份功德，回向给无量众生便无量功德。所以早上说了，为个人的快乐受八关斋戒20小劫，但是为无上菩提受八关斋戒200万劫。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发无上心来求受五戒。那这个发无上心守五戒，就像各位皈依的，你要想愿所有众生将来都可以听闻佛法皈依三宝，这样的哪怕一只蚂蚁。但是各位，你现在对人你可能没办法，因为他已经有固定的信仰，但是对动物啊、对无形众生啊、对天神啊，你要经常念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神，养成习惯。碰到大海、吹到风、看到树林啊，愿这些树林、这些众生乃至树里面的鸟、蚂蚁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神。那我带各位念三皈依咒，你讲 Om Pukam，这是个咒，这个咒就是让他们听到的都皈依。Om Pukam Om Pukam Om Pukam， 然后把它背起来，不但他们皈依，而且整个地方都净化掉，也叫转不干净为清净 的咒语啊。那所以我们都用这种菩提心当愿众生。我想各位今天皈依受五戒，希不希望你的儿子受戒？当然希望。为什么希望？爱他嘛，慈悲。希不希望爸爸妈妈受戒？当然咯，因为我们希望他们现在好，来世也好。持戒可以有福报，持戒可以升天，持戒可以种下解脱之本，持戒可以成佛。所以希望大家都去影响别人，但是你要影响别人，你自己要做得好。所以为什么菩萨要会煮饭啊，要会讲话啊，要会笑啊，要会做事啊，走到哪里人人欢迎，像个影歌星一样啊，因为这样是为了让对方看到你，那愿意接受你的佛法人格啊。就像释迦牟尼佛的人格圆不圆满？太圆满了。所以那各位为了这一点，虽然我们只是传个简单的三皈五戒，但是你要有很圆满很圆满的人格。所以在这一点我一直强调，因为各位有家庭啊，如果今天你是个佛教徒，你先生没有信仰，你的儿子很喜欢基督教，如果你都可以让他们从心里佩服你，那你是真正的佛教徒。佛教徒不是跟他讲经说法啊，说教，佛教徒是用你的心。那达摩祖师最重要，再念一次：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。啊，这是你给别人的一个感受，一种心态。而且特别各位喜欢度鬼神超度了，连鬼都要尊敬你哦。啊，因为你的心态动机，这个是你必须培养的。所以你必须在你的人群单位里面，成为一个被尊敬尊重的人。那你一定是很道德、很忍辱、很慈悲，
而且默默的、不断的在为他们修功德回向，嘴巴不讲他们错，心里承担他们的业，广修功德又回向给他们。那学佛要变成一个默默行善的人，所以那这样呢，用发这样的心来持戒，不复，所以受已应严持。那既然各位受戒了，叫严格持好戒律，不复近寺之圣名。三皈依的弟子叫近寺男，就接近侍奉三宝的人。就像你是国王的侍卫，你不能做不好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接近了，接近了三宝，这么接近了，那你应该做得比别人好。汝等既知无戒之大义，今当起立，端秉虔诚，自心奉请三宝万灵，而为正户，自心做官，随我迎请。这个官各位一定要学，官是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他真的降临了。世上有没有降临？有没有？有，只是我们这个业障的眼睛看不见了。一句南无大悲观音菩萨马上降临，这是100%，各位一定要相信，我强调再强调，好不好啊？那你一合掌，哎，我心情不好，南无大悲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就来了。你跟观音菩萨倾诉你的心态，求观音菩萨加持你 ，OK， 你永远就不会依赖别人。老公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不用打给他，打给阿弥陀佛就好。对他听你电话还跟你挂，你烦不烦？啊！但是佛菩萨永远，所以观音菩萨是永远的倾听者，叫观世音。就怕你不念他的名字，就怕你不祈请他，阿弥陀佛、药师佛、不动佛，任何一位都一样。所以佛力不可思议，所以各位要这样做观啊！诸佛菩萨都降临了，这个比结婚重要1000000000亿倍哦！啊，这个是影响到了我们的生生世世的生命。然后呢，诸佛菩萨、护法神都来降临这个世间。古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要受戒，连皇帝都要知道。哎呀，我们国家有这么重要的人替国家啊，所以我们要受戒，连所有的神明都知道啊。再来忏悔，我们无始罪业，障蔽本心。很多人说我想要学佛，看了老半天经典看不懂，因为他业障没消除。这简单的经典他也体悟不了，嘴巴会念但不了解意思。所以这一点啊，并不是说你很会读书，你读到博士你就会看经典，还是看不懂，会念看不懂，不懂得用啊。所以为什么要累积资粮，忏除业障，你才可以了解什么叫菩提心呢？啊，什么叫空性啊？不然没办法，你就得不到戒体，也得不到佛陀的心法啊。但是各位一定要承认，上面所做的你都有做，好不好啊？上面所犯的你都有犯。一方面是因为过去世我们可能都犯，像我老实说我毁谤过佛法。因为一开始我刚学佛的时候是学净土宗，学了半年，然后呢当然也认真，后来他们就教我去学巴利文的解脱道，我就到缅甸。结果我去了以后，哎呀，我就是这个念佛这个不就近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这边学了1-2年以后，然后又回到又在台湾，然后又开始学大乘佛教，还是这个就近这样。但那个时候还不喜欢念佛，那听人家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念这个啊？这个是因为我被影响了，环境就是这样。所以学佛没有亲近到善知识啊，很容易毁谤佛法，很容易毁谤。后来有人叫我去做电视台的访问，访问了上师啊，我才听一听，哎呦，道理不错，这样，所以那我就有因缘了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基督教、天主教、道教、儒教、佛教的各宗派，我都有参与过。现在想一想，这也是我的福报。现在不敢了，通通好这样啊，因为但是过去都造了这些业的了啊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虔诚。过去有没有杀过爸爸妈妈？有没有？你要说有，你杀死一只猫都是爸爸妈妈啊！这个你在这个世间都有业的，没办法的，没办法的啊！堕一个胎等于杀掉多少亲戚朋友啊？
啊，而且你的儿女有可能都是你过去的妈妈要来投胎的，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去伤害他，都是跟你很接近、很接近的缘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爱小孩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，各位，我再问，有没有杀过父母？有，真是如此。啊，像我妈妈从小把我一只我最爱的狗把它放生了，害我哭了很久。我到现在这个年纪，我还会想到它。啊，我只要经过我妈妈放的地方，我就在那边停了10分钟，在那边默哀。因为我小时候经常跑去那边等，我妈妈奇怪你怎么1个2个钟头没回来，我就跑去那个地方等，我找我的爱人，噜噜噜噜，你在哪里的？啊！所以我后来跟我妈妈说："我说妈妈，你要忏悔，不然以后你会被抛弃啊！你乱讲，我那抛弃，因为我妈妈就被她爸爸抛弃，然后她从小恨她爸爸，叫我不能叫我外公，叫她外公啊，因为我妈妈有这个业，有这个业，共犯是我哥哥，两个一起，因为我哥哥也不喜欢狗，我妈妈两个把它大概给放了。"但是这个业就在了，所以我妈妈在世，我就跟她讲："妈妈，你要忏悔，因为这个我已经努力超度她，但是她一定会跟你结恶缘的。"我甚至跪下来跟那只狗说："你要体谅我妈妈。"这样啊，所以我想各位，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很多时间做了很多错的事情，不知道，所以各位要经常拜88佛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甚至做错什么不知道，那你要拜慈悲三昧水忏，因为三昧水忏把一个人身口意，因为贪嗔痴三种烦恼，身口业所可能造的一切恶业，而且这个恶业会让你堕落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怎么样的苦，写得非常清楚，就像一个大开刀一样，三昧水忏一天就可以拜完。啊，各位可以去把本子请过来，有简体的，有繁体的。自己在家里拜，千万不要依赖我们这边有没有法会怎么拜，拜有没有法师带都不重要，重点是你有没有按照经文去忏悔，这样就好了。要虔诚的忏悔，特别各位现在受五戒，当然要忏悔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喝酒，我这5样都有。啊，但是各位你也不用太烦恼，再大的恶业，就像在天主教。天主教、基督教相信，再大的业，在主、在玛利亚面前忏悔，这个业有没有成消掉了？这就是耶稣基督存在的目的啊！啊，耶稣基督就是在承担众生的恶业，替众生背十字架了。所以你忏悔完以后，重点是赶快去帮助别人造善业，不要停在那边，因为你不会再犯了啊！经过你虔诚的忏悔，你不再犯啊！当然了，很多人说："师父，我已经念完10万遍，嗡班扎萨多吽，还念长咒呢，百字明咒。"我说："我如果你没有真实的忏悔心，只是追求念完10万遍没有用，你还不如在路边看到人说嗡班扎萨多吽，我对不起你这样啊，这样还比较快一点，对众生有这种惭愧心、悲心，这个比较有用。"你还不如站在路边跟人家合掌，你好，你好，阿弥陀佛，比你在家里偷拜10万拜好一点。因为大乘佛教为什么要这样？不是说拜佛错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对众生的这种对境的这种惭愧跟悲心，那你只是为了要追求自己的，赶快做完这个前行，我可以得到什么，那就没有用。你念100万遍也没有用。所以我想一个动机很重要啊。所以你念了10万遍的佛，有没有没事，跟你老公说"我爱你"，有没有讲？我讲不讲了？我不骂他不错了，还我爱你？那你却念了10万遍的那什么佛号、什么本尊，你也不会跟你老婆讲一句"我爱你"啊？恨他恨得牙痒痒的，我的前夫。所以有时候各位，我必须这样告诉各位，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学佛颠倒了，邪见了。恨造恨，拜造拜，然后呢，跟他一点修行关系也没有，这样就没有用啊！那修行一定要真实的对治自己的身心，真实的愿意去承担众生的苦。
我们都是跪着忏悔的比较多了，啊，而且我们跪还上面不能有地毯，免得你不痛，不痛没感受，啊，我们以前受戒的跪在水泥地，然后痛得牙痒痒的，快翻脸了这样，但是这样才会这个痛才会升起惭愧心，了解吗？而且这个痛会让你的冤亲债主感受到，哎呦，这么痛你还在跟我拜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就可以，因为我们的心量不够，所以我们用这个身体的苦行来折服自己的傲慢，这样啊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有些人说要受戒，他并没办法得戒啊，听起来很简单，因为他的业障太重，心态有问题，所以样子是来参加持戒，但是有些都没办法得到戒体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受戒都会去多受几次，就怕自己，我认为我受菩萨戒，我也很喜欢受戒啊，我灌顶我也要去啊。有些人都因为灌顶没有菩提心做基础，你得不到灌顶，但是菩提心都困难了 啊。就像八关斋戒，如果你没有真实的一点惭愧心、出离心，你要得到戒体也有困难啊。所以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就很认真吧，啊，我们就希望各位无戒全受。那有些人为什么不受呢？就是福报不够，再来业障、观念出问题，啊，就像吃素一样。那有些人就是不吃素，这样。那有些人就是要吃素，那就因为什么不一样？这个没有所谓标准不一样啊，这是思想的问题。佛是平等的。所以但是因为每个人自己的业障的他看法不一样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好，那各位了解，何况各位是发菩提心呢，那更要不但自己受好，还当愿众生啊，而且自己的功德要圆满，回向给众生，甚至你心里想一个愿我尽未来际，那这个力量就很大。你要发这个愿，你下辈子就会生在一个无戒家庭，从小爸爸妈妈就带你去受戒，因为你发的愿嘛。特别是为今年受八关斋戒啊，所以大乘佛教讲的都是敬未来际，敬未来际，不是这辈子皈依。各位要不要下辈子也皈依啊？当然要啊！所以你是这样的敬未来际，直至菩提，我们都做三宝弟子嘛啊。但是站在传戒上是这样念，但是站在心态上，各位观想是敬未来际。那么站在戒法，当然就是说尽行受，但是内心想的是当愿众生。为他们尽未来际，这样是最好了。各位发个愿，下辈子不要穿结婚婚纱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要穿的是袈裟，好不好啊？那才快乐啊！所以我这辈子虽然有结婚，不过结婚那一天真的有一点勉强啊。啊，那时候我就是像演一场戏一样，啊，一点快乐也没有啊。但是这是我的姻缘啊。那这样当然对我学佛后来体悟佛法有帮助啊，因为那就算穿一个犯人的衣服一样啊，不再自由了。汝等今已受三皈五戒，尽当发四弘誓愿，那才符合菩萨道菩提心啊。为了众生，这个四弘誓愿啊，各位最好每天都念一遍，我们吃饭也念。为什么？为了度众生才吃饭的啊，所以每一个动作之前我们都会念一遍，如果念完就四句念不完，至少念四个字，念一下当愿众生，就是说你穿衣服也当愿众生有衣服穿，你吃饭也当愿众生有饭吃啊，你用钱当愿众生都有富贵，就一切要把我们的思想变成一种利他的思想。所以那你每天就修了太多次，所以我们汉传佛教的前行是在生活里面，你洗手上洗手间穿衣服吃饭走路开车都有个偈颂跟个咒语，这样那你要念，因为它要让你的方方面面都变成跟生活合为一体的菩萨道，这一点要强调。因为我发觉有些菩萨学藏传佛教，藏传佛教当然是佛法，但是它跟现实生活比较脱节一点，因为是学的大部分是出家人在用的啊，所以我只是劝各位，就是说当你学藏传佛教可以，但是你要分清楚你是在家人啊，你要学到可以用在你的先生太太儿女身上的法，
而不要全盘。我们是吸收其精华，了解吗？而不是说我全盘学，那我就不学那个，那你就吃亏了。啊，南传佛教、汉传佛教、藏传佛教的精髓，我们都要学到。何况是天主基督教的这种他们的宗教的一些好处，我们也要知道，跟学习。但是千万不要学了一法而放弃其他的法，这个叫傲慢，甚至是个邪见，对你伤害会很大。啊，所以要能够用啊，所以汉传佛教因为我们汉人，所以在生活上怎么修行，所以走路吃饭都是用菩提心在摄受，这样都是讲了当愿众生要这样来练习。所以我希望各位下回有机会短期出家7天，学一种菩萨的修行，就是说你每一个动作思想都是符合菩提心，要把它练习好啊，练习好，然后呢，让这个菩提心，让这个利他的心、慈悲心、空性，就融入在你的不管任何时间，包括生老病死，都怀着菩提心、空性，这样你就不会抱怨，不然你就会爱健康、怕生病，啊，担心什么？因为你发生事情，你马上又离开佛法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要养成习惯，在日常生活里面用佛法啊，既已发心受戒，应知戒的福德功德不可思议，因戒是一切善法之基础。我讲一句话，我每次都讲，我以前有个徒弟叫湛空，他是个死刑犯，后来在监狱学佛了，忏悔表现很好，后来被假释了，后来就跟我出家啊。他出家功德很大，因为他出家以后就送他回监狱度监狱的人，因为监狱的人没有像他这么老大这样啊，他真的是在台湾南部喊一句话都可以动的这种有影响力的人。所以我以前我出去，他就带着他的兄弟站我旁边，我又不是黑道老大，我跟他说你们不要跟着我，他说我们老大拜你，我说不一样，这不一样，人家会怕我的啊。但是有些事情我还是请他助理了，因为有一些事情，有一些寺庙要被抢了，有一些不应该的人抢寺庙，我就请他们去巡逻一下就没事了，以次拔次，偶尔要用一下啊。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后来一定要出家？因为他出狱以后他当然很虔诚，那有一次他在路边看到有人被车子撞然后冒血，如果不止血一定会死，因为救护车没来，然后他就手按在他的冒血的地方，他说我许登雄啊，以不杀生的戒回向给你，希望你血止掉，他就停了以后不可思议，到救护的那个人活，所以他就来出家了。这样他说师父持戒功德，我说你才知道一条，他说我过去杀了这么多人无所谓，他以前都是拿那个西瓜刀来赌博，不赌我就咳，这样一赌博就是缴给他钱，一定要赌输的啦，很蛮横的，在路上放土制炸弹，你砂石车要做生意，你不缴钱我就砰就给你炸掉，多狠这样。但是那是他的过去嘛，但是后来学佛他比任何人都还虔诚，他那种虔诚啊，以前的小弟欺负他叫他拿大便啊，他都不生气啊。后来他收了很多这些吸毒了出狱以后收在他那边，欺负他骂他他都忍，因为他说这个人来替我消业障啊，所以这样人家很佩服他，非常佩服他，180度像弥勒日巴一样的改变啊。后来他求生净土，但是他一辈子身体不好，因为他叫人吸毒杀人，所以他一辈子都在苦病苦的磨难。那至少他很认真活到70几岁，这样跑遍很多监狱，把他的亲身经验告诉别人。所以呢，这个戒不可思议啊，因戒是一切善法之基本，由戒而得定。各位持戒了，你心才能够专注，不会乱。那心专注才可以了解真相，叫慧啊，就会看清楚真相。由戒而定而发慧，由慧而得解脱。所以各位要得到解脱乃至成佛，就一定要持戒，故应依教奉行。所以我现在问各位要答能依教奉行好不好？要答大声一点哦，你这一念等一下外面排位就超度了啊，冤亲债主就原谅你，因为你决定这样就做了嘛。而且我们伦敦少林寺各位没有看，这个是一个
这个寺庙哎，对不对？而且是汉传的一个很好的传承的寺庙哎，这是有加持力的啊。但是当然了，各位也要多到少林寺来做做义工，好不好啊？拿来这边扫扫地啊，就当做是自己的家一样啊，当做自己的家。像我这个海字辈，我的第二代叫湛，我的师父叫如，师公叫真，真如海湛集，我们是少林寺最古老的朝洞中的传承啊，所以我来少林寺有那因缘的，所以我们是少林寺的传承，各位也是少林寺的弟子，所以我们打的是心灵少林，修忍辱修慈悲，但是各位要去学学武打也可以了啊，念身体保护众生啊。好，如果你是真的决心要受这个戒，真是太不可思议，太有福报，因为你不可能堕落恶道，生生世世你一定富贵，做天王做人王，这是一定的，因为持戒的功德。我这样说是鼓励各位受啊，因为有些人说我在跟着念念嘛，反正我就做不到，那至少还有一点福报吧，但是至少各位能够真实去做。我也认为说你要做到100%，有时候有一点困难啊，但是事实上哪一天不小心犯了一点小小戒，赶快忏悔啊，但是一直往这方面努力，因为我们是生在一个末法时代，甚至这个邪师啊邪法，这些末法已经，正法已经沉下去的时候叫末法，能够念念都有福报啊。但是如果说要守得非常圆满，我也觉得有时候不太容易，真的不太容易啊。那至少各位要时时刻刻在末法，最主要的心态是惭愧心啊，惭愧心，所以有这个惭愧心，那么来持戒，然后对极乐世界、对诸佛菩萨的信心来加持啊，因为我们就像你现在已经得癌症了，腿不能走路了，还叫你去跑步一样啊，末法就是这样。所以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去批评外面很多不好的说法，那我们因为这是末法，他们福报比我们差一点点啊，因为他们没办法了解正法。那事实上修行就是皈依五戒十善，这个就是最标准的正法。如果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守五戒十善，这个世界是不是世界和平啊？不用关门，不用警察了，是不是？这是最简单的。那些学佛也不要好高骛远，那五戒十善不做，哇，大家追求比较高的法，比较殊胜的佛教，特别的法，那这是没办法的，是这个是错误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这辈子能够影响几个人守五戒十善，那已经很不错了啊。好，所以各位以这样的信心惭愧心来守戒，所以我也希望你都喊能持，好不好啊？啊，虽然可能没有100分吧，但至少就朝这个方向在努力了啊。当然有时候你真的做不到，但是你至少在八关斋戒那一天又把它恢复圆满啊，八关斋戒你守好无戒十善一定圆满，有这个意思了。养成一个习惯，不要骂人，好不好？真的要好啊！你儿子做坏事要不要骂他？不要，买糖果给他。我是这样被教育长大，我很感谢我的妈妈，真的，她是用这种教育啊。做坏事的时候她不骂，她只是对你好。那某一些事情她会生气，比如说筷子拿得不好，吃饭有声音，她就很严格，因为她这个是威仪的日常生活，所以要筷子拿不好，一定你爸妈不好。要教育啊，你自己也不想学，所以各位要用这种方法善言安慰。那我爸爸呢，做对也骂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很讨厌他啊，因为他是日本教育，所以两个不一样的教育。但是各位既然学佛了，不要用自己的想法，用自己的，要用佛的。这个人就是观念不好，不好，我们更要讲话，更要善言安慰他，让他对你有信心啊。所以像我昨天去印度教，印度教好不好？我当然要说好啊，还不失钱啊。下回他说你来伦敦这边就给你用 OK 啊。那下回我们去他们寺庙办讲座好不好？
印度教很好啊，就是讲因果轮回故事就 OK 啦，再加上一个火供就 OK，啊，这个我们都会啊，然后他们就会很快乐啦。希望他们升天嘛，啊，要发愿啊。如果我在恶口，就牙齿痛；如果我在讲是非，就左边；如果骂人，就右边，很准的。啊，那你才会知道，讲话一定要对对方有帮助，不要随便聊天。啊，不要祈雨讲那些有的没有的，就像我们湛江法师说，还有人讲黄色笑话，对不对？各位不要讲，但是只是一种方便。我为了引导对方学佛，讲一些对方喜欢听的，那是一种善言，没错，方便，目的是希望他学佛了。我们来背一下好不好？背一下，总共七个字十段，背一下。翻过来143，倒数第四行。救护生命不杀生，给食之财不偷盗，常学犯恨，就把"诸佛"这两个字取掉，不邪淫，说诚实言，不妄言。我们念一下好不好？念就把它背下来。开始，救护生命不杀生，给食之财不偷盗，常学犯恨不邪淫，说诚实言，不妄言，和合彼此不两舌。善言安慰不恶口，作利益与不绮语，常怀舍心不悭贪，恒生慈悯不嗔恚，正信因果不邪见。每天拜托各位这7天，每天念7遍，好不好？那你就背下来了。好，那你走到哪里多劝人家这么做，你已经把人天善法做得很圆满。那用菩提心来做，那更是大功德了。那站在菩萨道，做什么事都要发愿，持戒是短短的，乃是一辈子；但是发愿是敬畏来济，为众生呐。所以大家要跟着发愿。那当然，这发愿的内容呢，上面有写"观无量寿佛经说修十善业为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一切佛成佛的敬业的正因"。各位要不要成佛啊？所以要修五戒十善啊。所以以这个持戒的功德发愿，愿当来不会堕落三恶道、八难边地，愿自己生生世世身口意三业清净，这样功德庄严进行圆满，将来能够往生极乐，面奉弥陀，而且供养所有的佛，所有的佛亲自跟你受记，说你未来在什么世界可以成佛，怎么样利益众生。那时候呢，分身百千万亿，一个人是不够用的。各位，你要在英国度众生，你至少要化个1000个，对不对？那在欧洲也要化，在地狱道也要化，所以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，啊！所以，但是你从极乐世界再来十地菩萨以后，那就可以分身了。所以度脱一切普愿众生，究竟成佛。我们今天功德特别大，我们受八关斋戒，大家真心的受五戒十善业，甚至听闻佛法。如果每天能够用这样的心，然后呢，来回向给众生，你走到哪里，哪里都发光啊！所以走到哪里，那个地方就会净化。那我想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因为现在希望大家多一点放下世间啊，多一点，然后呢，专心的来修菩提心啊，这样再回到世间来度众生，这样最圆满。好，阿弥陀佛。打开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打开您的心，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，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。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世忠。面对过年回乡的需求，
指挥中心启动过年期间疫情检疫专案，提供三大方案让民众来选择。提醒你，无论选择哪一种检疫的方案，都要确实遵守防疫的规范，而且要配合相关检查的措施。特别提醒选择10+4也是7+7方案的民众，等于厝内底检疫期间，以一人一户为原则。工户内面若有其他的人住做伙，这些人必须要完整注疫苗满14天，而且袂当甲检疫的人接触做伙食物件，嘛要遵守指挥中心防疫的规定。和咱做伙努力，遵守检疫规范，守护台湾。三国曹魏时期，河南一户朱姓贫寒人家，诞生了一名婴儿，取名为朱世行。十几岁即在洛阳白马寺出家。这个时期，佛教因具足了佛法僧，而有了更广泛的传播。但当时出家人只是剃发染衣，已是与俗人有别，并没有受戒之说。西元250年，天竺僧人昙和迦罗从印度来到洛阳，带来了佛教的戒律。白马寺设立戒坛，白马寺举行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传戒法会。当时很可能是一些僧人集体受戒，但唯有朱世行登坛受戒之事被记载下来，因此朱世行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正式受比丘戒的汉族僧人。接下来请收看空中佛学院。